别忘了啊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长官，我问一下呢，以前退了伍的军人能不能重新当兵呢？条例规定，退伍的老兵想回部队必须重新入伍。重新入伍。下一个。我登记，我登记，我登记。姓名啊？孟光德。啊，勇士们，他们为啥这么火急火燎的？我在这里欢送你们离家。为了挣钱吗？那么快干嘛呀？我还要穿着军服回家洋牌洋牌呢。迎接你们凯旋回家。哎，你看，你笑起来好甜呀。你必须给我官职。小子太不知足，能够恢复你的军籍，捡一条小命就受好想了，还想要官，你门儿都没有。哎呀，舅舅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别废话，就跟着老子。不行，必须主官。你还没完了你，这用不得你。哎呀，舅舅，这不可能。此次围捕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你出卖了组织，二是敌人追捕你。我梅月军发誓都不会出卖组织，出卖同志。韩大林的被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关于隐瞒组织跟国军军官谈恋爱的事情，我相信组织会把这一切调查清楚的，这也是完成小月同志的遗愿。那如果一直没有调查结果的话，我就要被关在这儿一辈子吗？可以告诉你，被组织审查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我们中间出了内鬼，每个人都是被怀疑者，包括萧玉同志在内。营长我就不要了，搞个连长就可以。你别得寸进尺啊。连长，连长我也不要了，排长总该可以吧？等在战场上立了战功，还愁当不上连长营长啊？哟，行行，快点快点啊！哪个排？我忘了。孙和。都到了吧？按老规矩办。每逢出征开战三件事，拜关公，留遗言，剃头发。一会儿等司书先生和剃头匠一到，今儿下午先把这后面两件事情给办了。都看见了吧？这都是弟兄们平常孝敬老子的，今天物归原主。有道是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出川容易回川难，你们给我记着，这些钱你们要把它寄回老家去，谁要敢用来吃喝嫖赌，老子非得活剥了他。总统还有人呢，人都招呼到了，快点快点。老子们手下的兵都是睁眼瞎，各种嘴皮子都很笨，您就多费心了。您要什么价，您就开口。哎，诸位将士，即将离别故土，热血报国，拯救国难，抬举老夫为英雄们代谢家书，实乃荣幸之至，岂敢妄言酬报啊！老夫就秦岭钦察之情，其余的都免了。免了，免不得，免不得，你就不用客套了。待会儿写信呢，他们说啥你就写啥，哪怕说那些屁话，你也把它给写上。好好好啊。
渐行渐远，消失在我的双眼，只听见热烈的呼吸，悲伤了所有的记忆，泪水撕碎晨光，呐喊震颤在胸膛，怕什么死亡在歌唱，血奔涌在我的心上，用绝望的目光点燃最后的希望，燃烧我灵魂的方向，守护在你热爱的地方，泪水撕碎晨光，呐喊震颤在胸膛，怕什么死亡在在歌唱。